以我们到时候会在下一步啦，先看什么问题先，然后同时我也会要求沙巴这边给一个安置，最起码是说怎样解决你们这里的问题。我这边有没有游泳池，没有地上就不需要这种花一千多，我每个月给他们还要给他自己钱。有人捡的都还不知道怎么捡，过了之前他们拿出要投诉了，有人有碰到，我们就来 check 哦。他们的那个管理委员会啊 ，JB 了。说这个，因为没有这个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成立这个 JB 的时候，就会由 DBKL 的 COB 去接管。然后，而 COB 他们也会委任他们觉得可以来管理的公司去管理，而往往这种管理的方式跟居民是没有办法配合了。那除非你是有一个有效的自己的 JMB， 你们自己委任的那管理公司去管理，那么管理到不好，你可以行使 JMB 的权利去把他们更换掉。